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其安。这次我要教各位我自己的乐团米星系乐团的最新单曲《去死吧》这一首歌，模仿 bass 的部分。那么在弹奏这一首歌曲的时候，我为了让和弦的连接上面会有更顺畅的连接的感觉，我就模仿了一下 bass 的经过音的一些弹奏方式。那其实我用这首歌的经过音方式也蛮简单的，大致上都是同样的方式在走。大部分的和弦就是 E minor、A minor、C。还有 B 和弦，所以一开始我 E minor 到 A minor 的时候，我会用一个 G 下去做经过的部分。那基本上这个经过音都会在第四拍出现，那大概就会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只是这一个音，通常我会做四分之一的推音这样子，然后接到下一个和弦 A minor 到 C 和弦的时候，我就会用音阶第五弦第二个格子这个 B 这个音。当作经过音到 C 这样子 ，OK， 所以它也是一样会在第四拍就会长这个样子。然后 C 和弦到 B 和弦的时候，我会让 C 退回到第二个格子，第五弦第二个格子 A 这个音，当作经过音，然后再前进到 B 和弦这个音，所以会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最后 B 和弦再回到 E minor 的时候。有几个做法。第一个一样就是用 G 这个音当作经过音，一样在第四拍会长这样子。那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做，就是用音阶下去的方式，所以它就会占两个拍子。所以如果是这种弹奏方式的话，你会在第三拍就要弹奏这个经过音。OK， 它会长这样子。所以完整弹奏一遍会长这个样子。接着主歌 B 段的部分，大致上我没有用太多经过音的部分，那主要在 E minor 这边那个过门的时候会有一个。这样子的过门，其实我想的有一半是吉他的 idea， 有一半是 bass 的 idea， 主要就是会有我蛮喜欢这样子的声音，对，有一些吉他会弹类似这种声音，然后后面我接到 bass 的经过音这样子，所以这一段弹起来会是这样子。那我大概简单的从主歌弹到副歌一次给你们看，然后就是会有之前吉他弹奏的部分加上模仿 bass 的部分这个样子。